见的云水奇观。若尔盖西部的唐克镇是藏族牧民的聚居地，在藏语中，若尔盖的意思就是牦牛喜欢的地方。一路向东的黄河就在这里掉头向北，造就出曲折柔美的九曲黄河第一湾。大约在13000年前，马鞍岭火山完成了最后一次喷发，随后陷入沉寂。但不能小看它的威力，这是一座休眠火山，没有人知道它会在什么时候醒来。轮渡是往返于内陆和海南岛之间的班车，要想更好的防火，把房子建在河边总不会错。婺源的房子常常临水而建，久而久之，村落就被河流环抱。婺源幸运地保存了古徽州的气韵，包括最传统的年俗。上海的第一盏电灯，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就诞生在南京路上。接下来的旅程将跟随河流探寻上海最早的工业基因。古老的工业厂房如今辐射艺术力量，传统的行业正在努力成为标杆。苏州河是古代上海通往临近城乡的主航道。飞行到天山中部，一个巨大的山间盆地出现在眼前。这是仅次于呼伦贝尔的中国第二大草原